我见过许多企业在数位浪潮下不知所措，不是因为没有数位觉醒，而是因为没有方向，不知所以。大环境巨变，危机与机会同时降临，企业要挑战的是数位科技改写的产业规则。每个人每个企业都需要用创新面对巨变，但要有方法跟步骤，用正确的知识跟精确的行动来完成数位转型。这门课将以四大面向来帮助你导入数位转型，让数位转型不再是口号，而是真正能够落地实践。数位转型的第一步是要有正确的观念与知识，让每一个人对数位转型都有正确的认知，才不会在执行时迷失了方向。除了正确的认知，数位转型还需要有正确的工具与方法。课程中将会提供实用的工具，帮助你组织建检、需求发掘、目标设定，以力开展后续的工作。会再介绍国内外数位转型案例的标杆案例，让你可以在转型的脉络中复制成功经验。课程中还有大师轻松读的精华导读，让你可以从国际趋势观点洞悉未来，超前部署。这不仅是一门课，更是迎向未来的通道。让我们一起来突破转型困境，开创新局。